他也挺能干的。OK OK， 好嘅。好有啊，拣啲薄皮啲俾佢，好有。最丰嘅即时煲滚，挤喺度。一碗满嘅，大约几多？几重到？300零蚊。我大约200-500蚊左右。你食过未啊？未食过啊。你丰嘅，你试唔试够啊？我整个细个啲俾你试。丰嘅嘢几味啊？已經不是幾夠難，雞蛋啊，你再煲一煲就行了，我再滾滾佢，要可樂嗎？試不試啊？試下試夠啦，不買都得嚟噶，好難啊！唔買都可以試夠啦。哦，再見，拜拜。冇所謂嘅，得唔得啊？唔買都可以試啊，放心。即係再滾下淋身啲再。係啊，你幫我即時倒落去煲滾，由得佢焗。咁今晚先一路打邊爐得啦。我而家仲掹滾都唔夠。哦，靚味啦！真係拍翻上 YouTube， 真係個個都跑步啦，係咪好食啊，老闆？買唔緊要嚟嘅。夠啫，有咩行？啱唔啱啊？哇！400，140多唔多？多得滯喎！哇！淨係呢兜254收250。啲牙係咯，就淨係呢兜啊！呢啲執動啲，幫嚟加啲唔夠水，加少少磺水，加少少磺水落去，跟用腐乳。一路唔夠水，一路加磚腐乳咯，一路滾一路加磚腐乳，一路加。如果唔係越滾越加水又淡曬味啊！係啊，加少少水啊，即磚腐乳咯，唔好全部加曬，加曬又鹹過頭。即係少少咁加落去。少咁加咯，加水又加磚腐乳。好。好似打冰爐咁。好。係咪好食啊？好食。舊年買到七歲好啊！舊年。我都冇嚟拍添啊！舊年我哋太遲買啊！舊年夠水啊！好。啲牛唔同羊啊嘛，係咪？牛筋腩啊嘛。好啦，你又100蚊啊！抵食啊！啊，真係，係你自己整啊！你真係。謝老細唔該，我送你500啊！我請咗俾你先好冇？多謝。阿莊啊，3點鐘送到，打埋佢。好噃，還有什麼藥啊，大哥？這個是牛筋牛腩啊。這個是18块钱一斤，确实有羊奶呢，你吃不吃？阿哥预备羊了，啊？可以，2斤，好，50蚊2斤。阿姐上。
都五十一个加一个是不是？要两个翅膀是不是？这谁的？一隻啊！多謝曬，多謝。